好，比赛马上开始了，我们进入一下比赛画面。对，终于是开始了。对，历经磨难。左边蓝色方 IG， 右边红色方 ZTR。这双方也没有什么想要换路的想法，还是正常。大英雄也是常规的上半部分开。看一下 H 这边是上单老树打野男枪，中路的冰霜女巫，下路的艾希加塔姆。 ZTR 这边是上单艾克打野人马，中单吸血鬼，下路的伦斯玛加布隆。常规的帮打，但是这边人马是起手是直接拿的 buff， 而那边男枪是先杀挖。进入一个前期的一个抢二消耗期，是的，前期一个非常无聊的阶段，双方都是在线上发育。这边寒冰是直接到达了二级，对方的伦斯玛也是，双方 ADC 都是二级，但是这一套组合的话，双方的辅助都是防御性较强，进攻性不强，所以两个人没有必要抢等级。上路这边艾克先到达二级。看一下这次，哎，回头捆一下，因为艾克这边没有技能了。现在老树这边的血量是较低的，但是他这边还好有被动回血，一会儿就回回来了，放放技能就回回来了。下路看横滨这边应该也是把对方的血量拉得比较低，甜盾上了，舌头疼。这边照一下男枪，直接来到下路。人马这边在上路杀和血，然后男枪在下路杀和血。中路血鬼加上女巫，两边打起来都比较困难。人马这轮是绕后了，哦，入侵野区，我还说这怎么敢绕。然后双方是互偷了对方的挖，真有默契。哎，挨了一下塔，哎呦，没有定住，这就尴尬了。哎呀 ，Q 也没有打着，全技能空，这就尴尬了。男枪这过来支援的，如果这随便中一个的话，男枪都能够打一轮消耗。大鼠依靠被动已经把血几乎回满了呀。现在兵工这边领先了伦斯玛十刀。嗯，这边说了什么？嗯，这边这个对这个人马说他的这个聘达到了70，有点高。然后呢，说那个没事先打，实在不行就再暂停。下路 IG 的清空欲望比较强，他们的走位也是比较靠前。这边现在男枪是回家，下路收完双狗回家。而且这一场尴尬在什么地方呢？线上都不是拼的英雄，
就是这场前期一定会特别尴尬，特别无聊，特别慢，就所有人都是发育，没有人有进攻性，只有能找到一个漏洞或者什么，可能才有开团的机会，或者是一轮互打的机会。下路虽然两个辅助都是防御型较强英雄，但是布隆和文森妈这边还是比较被动的。人马这边绕过来，看一下这轮有没有机会。人马直接开E加速。这叫踹，直接把冰壶踹回来，漂亮！哎呀，塔姆吃掉了，没有办法，这就是塔姆 bug 的地方。对，这要是其他的辅助必死节奏，就是塔姆压上前，你敢来，我能吞你，然后吐到一个位置来进行输出。你来打我的，我就能吞掉我的 ADC， 然后保护他。所以塔姆就是男枪这边绕着眼，直接一轮绕后，但是对方是看到了这边有眼。但是这轮、哎、老树这边开大招。艾克是直接在脚下放了一个 W 技能，然后烫脸不合适，就没法上。要被定在塔下的话，应该是一个必死节奏。想偷一石的狗，但我感觉哎呀，焦虑惩戒。这边有眼，完全看到了小孩的走向。你看这边两边不疼不痒的互相摸着。对，中路就是双方用力拉扯，你打我一下，我打你一下。哎呀，又没顶着，尴尬。直接血鬼这边交出了机跑。Rocky 今天的状态是不太好呀，我感觉他今天的状态不太好。累了，打累了。看一下人马这边，踹人马，踹这个老树想多了。发信号，这边发信号，打个蓝。人马也是先管不了，我先刷我的野。血鬼这边翻信号，对方的女巫不见了，冰霜女巫不见了。打满了三局 ，BO3， 双方的队员应该是比较疲惫的状态。Q 到了。但是轮子妈这边没想上，双方现在还是进行一个常规型的发育啊，也几乎没有任何摩擦，对，就是各补各的刀，可以看到大家在这种没有差别性的补刀下，刀数也是极其类似的，但是明显 IG 这边都这个刀数稍微领先一点点，但是也差不太多，经济上比人对方多200，两队也没有一个什么明显的前期能够干克的一个英雄，都是一个中后期发育缓慢的这么一个状态。下路的他们就敢顶上前啊，舔着了，比布隆的技能性更强一点。人马这边也是想要去中路，发了信号，看到了男枪，也是让这个自己的人小心一点，线上人小心一点。好，我们这边看到是发现了对方人马的一个位置，发了信号。人马并没有想法，仅仅是刷个野，刷野，刷野。对，男枪这边自己在偷龙，这要是被抓的话，伤害这一个就是崩了。但是对方貌似完全没有察觉到，门口这个河蟹也是没有什么帮助。快张不济，对双方。都是已经到达七级八级这么的一个情况，还是处在一个线上发育的那个趋势状态。他们这些英雄全是发育型。对，就一定非要等到九级十级这个样子呢，找一个间隙的才去打一波。预测15分钟左右出淤血。差不多，大家就在九级十级左右。15分钟左右，一会儿大家关注一下，看看淤血是不是在15分钟左右。淤血给谁？医学应该那不好说，那太不好说，就是让你
这个胜率太低了。完全是安静发育啊，默默的，就现在大家可以就想上厕所啊上厕所，对吧？想这个干什么干什么，二十分钟，就大家看着表，十分钟之后再回来继续看，这场肯定是刚刚进入主题。吸血鬼里边出了小绿甲，女巫这边是出了腰带。哎，来下路了，有想法，很多人来了下路，先清一下眼，绕一下，但这边还是有眼，没有机会。吸血鬼这边发信号，女巫丢了，女巫丢了。男枪赶过来，这时候。直接过去腰带大招定住一轮，直接血池，人马反过来一个大招，哎漂亮，给小孩踹了回来，还剩一刀，漂亮，拿到了一血，十二分钟。老师这边开大，艾克这边打回去，捆一下一套爆，哎呀没有爆死，差一点，没有办法，老师也不能追了，因为马上人马赶过来了。这是一个欢乐一脚踹直接在人头的节奏，甭管真眼了，不管真眼了，被老树捆着了，被老树捆着了，没有踹出来，后来把人马收了，这脚没有踹出来，直接被大树反了一个手，还算不错，一换一。但是李桑卓这边是用了一个传送，哦，定住了布隆，几吨，没有 Q 中。轮子妈这边直接开大，那轮子妈没有蓝了。吸血鬼赶过来，这个位置的话应该推线了，无脑推线已经过来了，就无脑推线了。好，还拿一大怪，拿一炮车，看一下这边李桑卓是有想法的，绕了一轮，然后看一下这边，应该能发现这个针眼，拆掉。拆完针眼之后呢，然后转，哦，转自己的蓝了。艾克这边肯定要撤一下，因为针眼被拆了，对方有可能会过来。姿态这边又在清理三角力的视野。艾克这边很怂啊，现在完全丢失了视野，不知道对方是否过来了。吸血鬼去下路支援。他又回来了，中路这边大招直接定一下吸血鬼，跟之前套路一模一样，这时候人马再次赶到，但是位置有点远了，一模一样的套路，这个 Rookie 加上那个小孩每次都想秒的吸血鬼，但吸血鬼这个血池实在对他们克制太大，根本秒不掉。哇，哦，布隆是顶上前，直接顶住，顶不住了。这边反而看到这个 Rookie 自己血量有点残，而且蓝的状态并不好。吸血鬼现在势头很猛，布隆的那个红色的皮肤打中了那个盾之后，撕的那个火星特别强，对吧？熔岩的那种效果。
哎，西姐记一个 W， 确实是不太好躲。这是好像是那个什么摔跤手的那个皮肤。他们的是状态不太好，不太适合再往前攻。摔跤手，你说布隆吗？对。就是 WWE 的那个。哦。所以他拎一板凳。南枪是想蹲一波啊。这边有针眼。因为他中路干个两次没有结果呀，就是说中路这边就说他中路上路都难干克嘛，两边打英雄中路上路都难干，有点忍不住。唯一一个稍微能干克一点点的就是 Rookie 这边的，这个再等下去有点就不太明智了，就等兵线出来，嗯，戏份要做足啊，演的一定要像。真眼，也是过来，真眼，直接传送，差点传送，这预谋好的。绕后，直接绕后包抄。这个轮子妈跟布隆是撤与不撤，一个闪现交出来。布隆交了一个大招，反杀了一下。南枪这边残血，李桑卓是大招定住，直接秒掉了人马。老苏卡住艾克的位置，漂亮。这边又是回头，李桑卓杀掉了轮子妈。这是商量好的，哦，塔下我直接绕过来强杀，然后把你的。艾这边多明显，就是南枪进来之后都看见人，先不插，不先不拆干什么？先插一个眼。就让这些老树准备传送，传送就这波传，传送一波带走，直接拆掉了二塔呀，都拿了人头拆了二塔。好，这已经很明显了。我觉得论从前两局的情况来看 ，VTR 这边处到一定劣势了，就看他会不会再把劣势转为优势去翻盘了。像刚才 IG 的那一场，哎，这个躲得漂亮。像 IG 刚才那一场是完全。实在是没有办法，阵容方面确实略弱了一些。血鬼的幽灵步都交了。李桑卓现在303了，这个数据还是不错的，发育的挺好。刚才下路一波团打回来了，细节会比较难打。对，刚才那波团战确实表现不错，而且刚才还应该是救了一下南枪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刚才那一波。这波看李桑卓直接先输出掉，人马是冲过来，输人之后这边是人马想秒南枪，李桑卓直接一个大招保住，保住之后继续回去，然后杀掉了人马，然后老树杀掉了艾克。直接 IG 这边拿掉自己这边的第二头，看老树和艾克从上路战场移到了中路，人马又赶过来了，移到了野区。老师这边必死节奏就感觉能换一个换一个，最后发现还是换不掉。人马这边伤害还挺高的，三项了，大三项。别爱惜了命啊！我刀数是领先很多。对的。装备出的要比伦斯妈这边要好很多。人马这边是拆掉了上路外塔，拿到自己这边的第一个塔。这边带一线线撞的吸血鬼，拼一下，第一反应还是跑，吸血鬼继续追，把他哎 Q 技能的被动掉了之后，回头就可以继续清线了，但是想杀吸血鬼有点难，杀吸血鬼太难了。吸血鬼这边出的小绿点，想都不要想。下路有两 ADC 跟辅助换到了中路，寒冰是补了一波兵，回城补给一下装备。双方又开始进入到了清线发育的阶段呀，20分钟了，刚打了一波团，
再等一等，35分钟的时候，游戏就结束了。中路这边，寒冰这边中了一个 Q， 人马不敢上。人马这边其实刚才可以上的呀，不好上吗？他们如果把寒冰给吞了的话，他这个大放出来没有意义的。他就过去踹，先过去踹，踹完之后等塔姆中这个吃掉了之后再开打。吃掉了，应该就不会再回头给他开打的机会了吧？他就直接大塔姆，给塔姆留下来，俩人就一起在这儿。并不打你的人，摸你的马。这边就人马能开团啊，就人马能开团。这边老树开团，老树又不在，除了人马之外，没有人能发起时段。Rookie 这边的话，在现在已经有金身了，也可以强行开一下，但在对方打架的话，他肯定觉得没有这个必要。自己这边爆发现在还不够，不太够，输出不太足，秒不掉对方的英雄。如果自己这个技能被轮子妈直接挡住的话，损失太大了。而且轮子妈一看你E上来之后，肯定第一时间就直接，还是刚才那一波，是不是想在中路跟下路一样套路一下？我看在点中路的塔，还是想绕一下。这边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，没有看到，哎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动一下，走人，定住，走人，这就随便打一下。老树在上路一个人带线，直接回家了，出了一个定心。无限的消耗之中，谁都没有开团的勇气。双方只要开团的人都不在。哎，这本路不来，这是过来，这波要打了，人马赶到。没有办法。对方撤退了，对方往后撤了。直接后撤，艾克这边也是觉得没什么机会，直接继续回到上路布线。这波经过一轮摩擦之后，直接给他推掉了，人并没有实质上的进行摩擦。所以 IG 这边打算再深推一下吗？兵线没有进来，应该不会磨一下，做一下野区的视野。在这边晃悠什么呢？学委这边开机跑，应该是想全开团。这个位置被老树捆住了，本来想过去直接一个大招，被老树捆住了。老树一个人拖着对方五个。队友在后面没有什么位置输出，老树说没关系，我死不了，然后安全的走了出来。嗯，对，拖住了老树确实很尴尬。阵型被分裂了，被分割了，没有输出的环境，普龙血性有点低啊。直接在顶上开 ATR 这边状态不太好，没蓝的没蓝，血量低的低，也就人马状态还不错，还是想留老树。这个你追他有点困难吧，打他有点困难。没有，这边老树，这边看老树不爽啊，开了一个大招，塔姆吞掉，就吞了。人马一个大招，只大中了塔姆一招，回头秒掉人马，漂亮。然后回头继续打，老树扛了很多的伤害，但这正是老树应该干的事儿啊。嗯，他们只是在帮助老树完成职责。艾迪这边直接抱团打一条小龙，哎，粘住了吸血鬼，但是这个位置不太敢追了。现在中单这边，李桑卓是比对方多了1000经济，
打野这边是 IG 落后一点，但是无伤大雅。这边是上单领先了将近不到一千， AC 这边差的也是一千，就是比较核心的位置的话都是比对方领先一千，其他的位置几乎持平，辅助稍微多一点，总的话就领先三千多嘛。抱团上路再推一轮。嗯，擦个眼发现，咦，有个眼。舔一下吸血鬼，味道不好，走了。有点腥。有一种姨妈的味道。再舔一下。人马这边过来踹。哎，哇！正好把他给掉。直接吃了，直接吃了。一看人马要往这儿冲，这边又先吞了，对着大树一顿撸，库龙也是非常不挑食啊。我排个眼吗？对呀，这个地儿肯定应该会有个眼的。再这么拖的话，感觉双方到后期都不强力啊。但是这边 IG 这边还应该强点，因为越到后期坦克就感觉越强大，输出再高也哎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他回城的时候会变成一个猫在那抓那个球是吗？嗯，没有注意，好像是他只回了一下就收了。艾克放了一个大V不敢上，还是想在中路这有一所作为，先把中路的二塔磨掉，人不太齐呀、啊。等这边老树这边顶着塔，修修侧面插入，但是这边都没有交机跑啊，明显是不想抢上的。这轮并没有想打，还是再找合适的契机啊，还是要打这波团子啊，感觉。肯定想推啊、嗯、那现在除了推现在没事干。没对，双方这些阵容也真的也我觉得也就是团战能分出来一个胜负。什么时候你看吸血鬼直接开疾跑了，就是他们要真打了。哎呦，这一顿互相消耗啊，一顿输出零杠三，双方都不怎么掉血，耗最多的就是蓝羊角撞击，想想都疼。你想象一下这个技能，啊，你体会不到，你体会不到。羊角撞击，哇，太疼了！一个小山羊，百米速度直接撞上，哇！你这么愿意体会这种感觉，反复品味。真正的蛋疼。李桑卓这边也是帽子，哎，粘住，粘住，大招，就是粘死你，反身打，人马赶过来直接吞掉，再把冰弓吐出来，又打了一轮艾克，艾克交闪现逃跑，李艾克挂了个虚弱，这个是要打的，快点崩回来，李桑卓直接 W 技能定住，艾克继续跑，跑了，哎呀，这个接不上，这个，哎呦。哎，漂亮！这边是直接一技能穿墙，叫大招。自己这边差点被定在里面，艾克正好出了那个圈了。嗯，寒冰的大也交过，如果没交的话，其实也能定住。塔姆也是大招飞过去的。对。对方少了一个人啊！哎，这里面的控制很多。少了一个人，这样的话就直接推塔了。没有什么激烈团战，就是杀个人就推塔，杀个人就推塔，杀个人。不知不觉推到高地，然后水晶没了，基地没了。嗯。好，三十分钟了。不然拼的你来我往，该开一波团了，开不起来，双方现在都还是想上，没到那个开团时，而且没有一个很理想的开团英雄，这就是一个慎局，
膀胱局。又回城，集体回城，补给下来，接着扔一小树苗，忽然发现一个针眼，很开心，意外收获。老树这边是真肉啊，无脑肉，你看他一件输出装都没有，对，真肉，这真是打不动，顶到前面这能吸收成吨的伤害。两个肉顶到前面是比较稳定的这么一个阵容。远古龙啊，远古龙啦，为国指路，马上就要远古龙啦。这边已经拿到了四条小龙，但这条这边并没有去抢龙的意思，没有拿小龙的意思，一边控四龙，一龙控零，一边控零龙啊，控零龙是不是听起来特别溜，玲珑塔，玲珑塔，塔玲珑，玲珑宝塔，第一层。你就别在这里拽专业的东西了好吗？这边是清一下大龙的视野，毕竟已经三十多分钟了，对吧？现在不打大龙的话，感觉没有什么突破口，抓到人马，人马跑得好快，直接大招留住。但是这边直接大招逃走是个好消息，人马大招一没了之后，对方更不敢开团了。对，而且人马回城了，但是自己这边也不敢开。盯住，漂亮，能碰见血鬼，直接血池走掉了，尴尬，就是血鬼看情况不妙，扭头就跑，抓到了对方的两个人都没有杀死，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？继续蹲吗？继续蹲，哎，有一个古龙来送，老树这边直接开大龙，李桑卓这边负责打掩护，男枪是不是应该下去打一下？对吧？男枪应该打一下，李桑卓一直打掩护就行了，他们也在外面打掩护，打得非常快，速度很快。这拿掉，对方忽然发现，哎，大龙死掉了，传送过来晚了。这个时候打到大龙这条再开团太明智了哦。艾克还在下路，哎呦，这个没舔着，减速也没减上。艾克刚才还想传送，一看没什么机会，直接就取消了，然后下路继续带线了，开一个外塔，拿到了自己队的第二个外塔。这个是你看从头到尾几乎没有什么特别激烈的团战，对，完全是慢慢蚕食，对，就是一个慢性死亡，所以这是有一个什么战术吗？心理战吗？算是不，这条阵容的话就你明显感觉越往后拖 IG 这个阵容越厉害，他老树是真的是越往后越无敌，你这条阵容你怎么打老树你杀不掉老树，对吧？嗯，你在杀不掉老树的情况下，对方这个坦克就能一个人打你两个人追着你跑，或者一个人能牵扯你好几个，直接拆。也真是无脑跑，进来只能往后。就是虽然你杀不死，但是你也处理不掉我的人呀、啊。直接远程消耗，不敢上。老师这边顶，找一个机会。这个位置自己还好，自己的队员没有消耗太多的血量，但这个位置的话人马又不敢直接大出去，这个老树怎么处理，没有办法处理，越往后拖越没办法处理，老树站在这儿给人马这边想开大、直接一脚踹穿完之后被捆住，血鬼一个大招大住了对方三人，但是没有什么后续的伤害跟进，李桑卓这边残血往后撤一撤，老树啊，感觉在那里就是等着你过来打我的，把技能救在我身上。人马还是比较机智，没有开大招。对，没开，他应该看情况也不好，开了对，开了没用。老树这血就回来了。老树其实主要就是对，主要就是吸一波技能。就听说你刚才打我血了，我怎么现在又满了？我很惊讶。又站在这儿，接着吸你，挑衅。经过一轮恢复，哎，扛塔对不对？经过一轮恢复，现在又满状态，再加你一轮，直接把塔磨掉。直接强捆，这边直接李桑卓大中，古龙要死，残血走掉了，轮子妈也全都残血不好，三个残血，
没有办法，吸血鬼一个人秒不掉，直接交了血池走人，上路就这样被带掉了。转中路，艾迪这边转中路吗？发信号转中路了，商量了一下还是后撤。毕竟刚才这一波是把对方三个人打成三野，但没有死人。人马趁这机会赶紧刷波野，死了一个布隆，他死了一个布隆吧？没死啊，没死，残血就剩个十的血，没死，走掉了。一丝，就是真的就是拆掉塔的一瞬间啊，就脚指甲盖有一点血丝了，然后就没踩着，缓回来了。全身就脚指甲盖上有一点血丝，缓回来了。好不容易开一波团，这重点是拆掉了上路，所以这波胜利算是胜利的。该推中了吧？这该走中，无所谓。现在就是无论打哪路，就在这边，我现在就在这卡着跟你耗着，我上路超级兵就进去了，你知道吧？我这现在就开始，只要我推下来一路超级兵，我就可以无脑跟你耗了。耗着耗着，超级兵进去之后，对不起，你得分人，你分人正面团战你就打不过。直接打远古龙啊，第五条龙了吗？远古龙了，哎，蹲一，这边鹰眼看到了，这边鹰眼全都看到了，直接进去大招，哇，两个大招全都打中来西，但是没有人能够红旗跟你，来西残疾跑了。不过这个东西值，人马直接火甲第四节奏，哎，人马大招走掉了，但还是伤害够足，直接秒掉了。南疆刚才这边应该是直接交了一个大招，旁边一个大定到伦斯玛，闪现没有人管，跑掉了。冰霜两姐妹的大招全都呼在了艾希，这个伦斯玛的脸上，但是伦斯玛没有死，真是命大呀！全呼在了，然后，和这一嘴，来带着老树起飞，直接远古龙，真是帅。这条龙跟大龙不相上下，齐头并进不分高低。啊，你说话不要，你突然间唱歌起来。你看这血量比大龙都肉，真的比大龙都肉。收掉了一条远古龙，全身都燃烧了起来，这个真的没法打了。现在这个远古龙的 buff 我觉得在很多情况下比大龙要厉害。你看塔姆感觉有没有感觉特别大个？我一直觉得塔姆都特别大个。你看身上都燃烧了，老树也一样，不，塔姆更大，你看好像更胖一点吧。塔姆这边应该是嗑药了。你看冰宫这边直接开着 Q 疯狂的嘟嘟塔，血鬼这边开机房，后面一个大招打中四个，还不错。直接交血池，自己血量残，布隆有点顶不住，直接后撤。艾克残血，但是位置还是可以的。人马残血也跑，能不能跑掉？李桑卓没有留住人。这边老树的复活甲让他站了起来。可以看到这一波团战又是没有死人，打得一顿激烈，各种技能交完之后没有死人死。两路超级兵。吸血鬼这时候来你就不明智了。吸血鬼表示我还能浪，扶我起来我还能浪。VTR 有点乏力了，我要清兵，我还要防止你抓人，我还要防止你突然间开团。伦斯玛的清兵能力还是可以的，装备很好，清兵很快。人马上路守超级兵，然后下路这边就拖一下吗？其实现在 IG 就是拖一下就好了，超级兵进去拔牙，开开心心，快快乐乐，直接把大龙。这边 IG 表示，差不多大龙刷了啊，要拿大龙了，加对儿。经典走卡。有个野，不拆一下吗？这让我想起了一个选手的名字。这个选手是不是我不问你你就不说了？没，
为我指路。本来是的。这个选手现在被称为大哥，他的名字叫高地平。他 OMG 刚起步的时候，大哥的特点就是在推掉对方基地之前，大龙小龙也去。我直接定住人马。人马大招逃了。哦，哎，定住，哎，盾挡住了是吧？盾挡了。盾挡了大招。西维尔。这样的话直接转大龙。你看大龙的血量明显跟远古龙差不多。稍微哦，真的12000，刚才那个也是12000，但是您感觉这个远古龙更肉一点，可能抗性高一点吧。又拿到了一个大龙，上路人马在守超级兵，最后一波超级兵了，水晶都活了，是时候一决胜负了。爱这群觉得可能还可以再玩会儿，扶我起来，我还能浪。不敢下高地呀，不敢离开高地附近。对呀，现在就是直接再用大龙 buff 再推一路，上路这边超级兵没了，中路超级兵还在呀，人马得清理超级兵吧。这波大龙 buff 也跟超级兵似的。直接溜吸血鬼，大招定住，有机会。人马这边大招直接大到了后面，大爱奇这边是直接净化，血鬼在血池进入团战当中，血鬼残血，这一口吸得很足，但是还是被男枪秒掉。李桑卓这边拿到了一个双杀，男枪是双杀，剩最后一个艾克，谁来终结他？没人理了，再见，你跑吧，传送回来。我们恭喜 IG 2-1获得了比赛的胜利。是的。